是上点心，不照顾好这些打工。公民，请注意，需要物资调配就来找我。雅各宾派很乐意为爱国人士服务。公民，请需要物资调配就来找我。雅各宾派很乐意为爱国人士服务。
有什么要求就尽管说吧。我吗？大家不要慌，我们来了！啊啊，太累人了，就没有什么不干活也能填饱肚子。都准备好了吗？请指示，机密局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没关系，南禅的敌人就交给我吧。好困啊。行程要靠掌舵，打仗就靠你这个指挥了。轮到我了吗？下令吧，是你证明自己的时候了。哼，小事一桩。小姑娘，快下命令吧。放心吧，大炮刚打理过，不会出问题的。请下命令吧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
这真安静，该不会有敌人的埋伏吧？没什么好怕的，开火！这下能成，开炮！真是值得庆祝的一天，晚上去吃炖肉吧。知道啦，就包在我身上吧。谨遵吩咐。是敌军，开火！尝尝这个。别松懈，还没到高兴，等我们凯旋回国时再做庆祝吧。行吧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就这么办吧。别磨蹭了，快上！你们的表现还算可以吧？想要我夸奖你们，可还得再加把劲儿。做决定前，先收集一下情报吧。自由射击，找好位置，射击。这附近就没什么值钱的宝贝吗？看招！姐妹们，上！冒进，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啊，什么时候才能给我放个假呀？哦，跟上我的节奏吧。赶快结束吧，要耽误研究的时间了。看来有收集情报的必要，该干活了，迪奥。战场可不是闲聊的地方。
现敌军，准备迎击。我们上了，准备开火。不要大意，部队的后勤也要跟上。是敌军，开火！怎么，要我变装去探下虚实吗？射击！小菜一碟，就看我的吧。这可是你的指示，后果请你自己承担。哼，到我一展身手的时候了。上岸了也别忘了船上的规矩。打起精神，可别落在后面了。休息好了吗？那就准备作战吧。骑兵队，拦住他们！注意隐蔽，正面作战不是我们的强项。进攻前要记得检查枪支的状态哦。
别担心，我会完成任务的。放心吧，这次不会再出错了。起来，继续努力吧。注意，放，准备，开火！好困啊！啊，是在叫我吗？请指示，机密局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没关系，南禅的敌人就交给我吧。我们上了，骑兵队，拦住他们！女士们，先生们。演出就要开始了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好机会，就在这儿击溃他们。有什么要求就尽管说吧。轮到我了吗？放心吧，大炮跟小事一桩。军乐队的表演要开始了，下令吧，是你证明自己的时候了。行程要靠掌舵，打仗就靠你这个指挥咯。
小姑娘，快下命令吧。该我们上了。还是请下命令吧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知道了，就包在我身上吧。行吧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就这么办吧。这真安静，该不会有敌人的埋伏吧？谨遵吩咐。你们已经无路可逃了，乖乖投降吧。这附近就没什么值钱的宝贝吗？长长记性。赶快结束吧，要耽误研究的时间了。看来有收集情报的必要，该干活了，迪昂。
术隐蔽，正面作战不是我们的强项。请指示，亲密局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看来有收集情报的必要，该干活了，迪奥。战场可不是闲聊的地方。休息好了吗？那就准备作战吧。之后才能给我放个假呀。清扫战场的时候到了，全队出击。骑兵队，拦住他们！我需要的是能手刃仇敌的力量，这点成长算不上什么。计划行动。注意隐蔽，正面作战不是我们的强项。身上这点阵仗，那都是小意思。担心，我会完成任务的。
这次不会再出错了。大家不要慌，我们来了。平时训练的成果吧。注意，放，准备，开火！这可是你的指示，后果请你自己承担。哼，到我一展身手的时候了。行军的鼓点是最棒的，哒哒哒哒哒哒。小菜一碟，就看我的吧。不要大意，部队的后勤也要跟上。手脚快点，上岸了也别忘了船上的规矩。做决定前，先收集一下情报吧。我杀！有什么要求就尽管说吧。精神，可别落在后面了。啊，是在叫我吗？进攻前要记得检查枪支的状态哦。
天才院士欧珍妮要登场啦！请指示，机密局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伙计们，证明我们价值的时刻到了，开火！对于情报人员，实战经验也是不可或缺的。感谢您让机密局参与这次的任务。没关系，南禅的敌人就交给我吧。该我们上了。敌人露出破绽了，给我狠狠地打！这样，发现敌军，准备迎击，分散隐蔽，射击！骑兵队，拦住他们！我们上了，尝尝这个，给我杀！请下命令吧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放心吧，大炮刚打理过，不会出问题的。
轮到我了吗？小事一桩。怎么，要我变装去探下虚实吗？小姑娘，快下命令吧。下令吧，是你证明自己的时候了。战士们，用你们的英勇去夺得胜利吧。行程要靠掌舵，打仗就靠你这个指挥了。战场可不是闲聊的地方。休息好了吗？那就准备作战吧。没关系，南禅的敌人就交给我吧。战场可不是闲聊的地方。休息好了吗？那就准备作战吧。没关系，南禅的敌人就交给我吧。时候才能给我放个假呀？哦，跟上我的节奏吧。都准备好了吗？看来有收集情报的必要，该干活了，迪昂。发现敌军，准备迎击。
我们上了。知道啦，就包在我身上吧。行吧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就这么办吧。做决定前，先收集一下情报吧。谨遵吩咐。这附近就没什么值钱的宝贝吗？这真安静，该不会有敌人的埋伏吧？别担心，我会完成任务的。抓紧缰绳，冲吧！多亏你的指挥，才能有这样的战果，请收下我的敬意吧。战场可不是闲聊的地方。注意隐蔽，正面作战不是我们的强项。放心吧，这次不会再出错了。不要冒进，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是敌军，开火！尝尝这个！
手脚快点，上岸了也别忘了船上的规矩。请指示，机密局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休息好了吗？那就准备作战吧。让敌人心惊胆战吧。不管怎么说，离目标又更近一步了，感谢大家的努力。小菜一碟，就看我的吧。有什么要求就尽管说吧。别手下留情，向敌人展示你们真正的实力吧。这可是你的指示，后果请你自己承担。小事一桩。行吧，既然你这么说，那就这么办吧。哼，到我一展身手的时候了。大家打起精神来。怎么，让我变装去探下虚实吗？哼，可别瞧不起老人家，看我！射击！哼，看来我这身老骨头还是有用武之地的吧。行程要靠掌舵，打仗就靠你这个指挥喽。不要大意，部队的后勤也要跟上。杀！
是敌军，开火！好样的，有这么勇猛的士兵，我们还有什么仗打不赢？啊，是在叫我吗？打起精神，可别落在后面了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演出就要开始了。看来有收集情报的必要，该干活了，迪奥。记住了，放心吧，大炮刚打理过，不会出问题的。这可是你的指示，后果请你自己承担。轮到我了吗？小姑娘，快一下命令吧。哼，要的就是这股劲儿，上！找好位置，射击！哼，又打胜仗了，怎么样？要不跟我去喝一杯？这附近就没什么值钱的宝贝吗？下令吧，是你证明自己的时候了。
都准备好了吗？啊，什么时候才能给我放个假呀？注意隐蔽，正面作战不是我们的强项。当当当当当！大家注意，天才院士欧珍妮要登场啦！没关系。难缠的敌人就交给我吧。为你犯下的罪行付出代价吧。我需要的是能手刃仇敌的力量，这点成长算不上什么。请下命令吧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别害怕，胜利马上就要属于我们了。尝尝这个，别松懈，还没到高兴，等我们凯旋回国时再做庆祝吧。给我记住了。手脚快点，上岸了也别忘了船上的规矩。不会再出错了。不要冒进，就按预定计划行动。请指示，机密局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